那么接下来呢，有请下一名选手方心妍选手。好，那么早一点呢，有一位选手，我们刚刚有小小的落马，那我们也将在待会第十四号的序位再次出场。啊，也再次提醒下一名选手为郭怡萱选手。好，早上选手为方心妍选手，机身的马匹是 Spirit， 来自于绿野马术文创园区。今天风和日丽呢，大家是不是觉得心情也越来越舒畅了？那么今天来到现场呢，也是户外接触到大自然，一起欣赏美丽的风景哦。恭喜，113秒，总扣点为零，看一下时。